你录影了对不对？对。而且都骂出脏话了。而且重点是，你知道你越要逼逼了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在喝水，我差点水喷出来。你差点喷到你的画面，哥哥。我差点喷到我的麦克风。有，你已经坏掉一个电脑萤幕了，我没麦克风也一起坏掉了。惨了惨了惨了！你还有骂哭脏话，你会不会太过分了？谁叫你那么长骂？不是你，我在整理东西，然后你突然在后面那边丢岩浆，谁都会吓到，好不好？哦！快点睡觉，我要等你哈、哦。你手上的岩浆桶可以够好吗？来睡觉。不能睡。为什么？外面还蛮黑的啊，下雪。下雪而已啦，可是没有晚上啦，你在那边。不给睡。难得啦，我们好像没有叫下雪的时候开场过嘛，那你就下雪的时候开场看看嘛。哦，嗨哟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冬瓜。哦，嗨哟，我是河马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矛盾真蠢系列。你知道我刚刚在想什么吗？你刚刚在讲什么？我在想说我们上一集在做什么。我们上一集做了滑雪场。什么滑雪场？明明就滑冰。好啦，滑冰场，对，滑冰啦，就是后面那个，你有看到吗？对，没错，就后面那条很长很长的滑冰道，嘿，滑冰道，然后还翻出去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是要来盖我们的无专生怪塔啦。为什么我们要盖无专生怪塔呢？我们这样子终于可以有无限的火药，这样才可以出去飞嘛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在那边走来走去，你们也不用担心很马会迷路啦。我是觉得你还是会迷路啦。哎，你是要睡吗？好，睡 Go、啊、睡 Go。 你干嘛？你先去躺你的床。不要在那边、啊、你要放在那边解散。解散如果放下来会发现什么事情，我蛮好奇的，那你继续看。Oh my god， 我会中弹耶。你要不要躺躺看？我觉得蛮特别的，你看看。好，我躺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怪你没有用？不是放那啦，你是会不会？我告要半个边，对不对？我告来，好来，你看，哦，好玩哦。不是，一般而言，如果我们在剑指上有铁针各个东西就赚了，然后直接放在我们头上面，我们当然口都会爆掉，直接死翘翘。对呀、啊，好特别、啊。好啦，睡觉睡觉，不要再放了。好哦，睡觉睡觉。你不要跟他拼！哎呦！你到底要不要睡觉？不要放岩浆啊！好啦，赶快睡觉啦！真是的，我觉得那个铁针还蛮好玩的。对啊，还蛮有趣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后等等可以准备一下，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嘛。没有，如果太高不会砸死人吗？啊、对哦，如果我们用比较 高的高度，搞不好会打死人呢。很棒，下次来砸你看看。Go go， 我们先去要去盖的地方。那我们预计盖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在海上，在地狱堡垒的上面。地狱堡垒，我懂了。你有没有准备那个筐啊？我们可以划筐过去哎。就没有准备吗？要现在好吧，所以我们要慢慢走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你想要搭也是可以啦，我身上有工作台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来来，那你过啊。好，等我一下。结果，那个，你给我会有两个，好，给我。不行，没看到我身上还有一个。来，坐。来 ，Yeah Go！ 哦咻，哇，好快哦！哇塞，好快哦，超级快的呢。我其实我有个疑问，它到底滑的比较快，还是翘翅飞的比较快？好，我们下去可以来试试看，很棒。好，到了，好快啊，好快的。阿天要我们要什么下去？你怎
要鼓我了。你看看你身上，你有宽结石，如果你没宽，你就死不了人，你知道吗？好哦，你有想干什么？要干嘛？你有想打我，哥不哥？没有啦，我们盖那边，盖那边。哇、哦、，OK 哥，我们盖在这边就可以了吧？这边的上面，话说你格莱姆装都不过啊，可以分我点？没有，我只有一组。我都没有格莱姆哎。好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来，给你一半。会的，这应该够了吧？从这边开始垫，对吧、啊？这边就可以啦。40格，40格，我们上去50格，好吧？50格。好、哦，我也要上去吗？当然要啊。不是，五十个，我们的 glam 装不够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回去拿。为什么我还要回去拿？我们的 glam 装好像不够，那我们先拿那个泥土来盖起，好吧？史莱姆应该够啦，应该够啦。你去看看那个箱子里面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讲过一个问题？我们划船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要用走的回去那边呢。那你就慢慢走啊。哦，换我当劳工了，我好难过、哦。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往下来的路，你知道吗？不然这样好累哦。要不然每次都摔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不要讲话，你知道我数格子，我根本就没办法。我忘记你要数格子当爱了吗？哎丢、哦，不是你连 AKY 的，你个 F 站打开你就可以看你在锅高啦，这样子画面不好看啊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啊，好好，你鼓，你鼓，你鼓，干啦，干啦，干啦，啦啦，干啦啦，干啦啦，27282930，我都直接给你念出来，噔噔噔噔噔，31323334353543414415四六四七四八四九50，爽，50，哼，想干扰。我只是在报复回去而已，你知道吗？上一局跟那个灯，啊，换我灯回去啊，就那么简单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哎，所以你的格拉姆砖应该不够，你怎么？你拿什么方块来盖起？你等下来就知道了。好，感觉你可以拿冰砖哎。没有没有，拿侦测器，拿发射器，然后拿水桶，敲掉啊！我的姐夫啊！你可不可以掉下去了？对，我，你刚才骂脏话吗？这个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一切都是错觉。我刚才有听到了，你要哔哔了。然后在这边放发射器，对着上面动动，对着上面，然后在上面铺冰砖。等我，跟我，跟我。啊，我来说一句台语例句给你听，要不要？你说，你先看哦。当归就开歌呢。你才泰哥，你全家都泰哥啦。有没有观众？我会一句台语了。什么不学学这个？按不要人家，按不要别人学语言最先学会的东西脏话吗？对不对？好哦，无法反驳。我已经拿了，我要干嘛？帮忙铺平台啊，不然嘞，要干嘛？我发现我没有冰装你有吗？有啊，你有哈，那我上去了哦。来啊，我明明就有倒水。哦，那你个水很慢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硬要再铺一个啊！我要上去，我上去，水很慢呢。好哦，可以说一点冷笑话给我听吗？帮我度过这一段无聊的时光。你等一下上来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你还思考那么久，还以为你要说给我很好笑的冷笑话，结果你只是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。你等下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，感觉很恐怖呢。你等下就知道了。可以不要打我吗？我不会打你啊！啊，我现在给你要赶快进去啦，赶快挖开啦！你看你骂我了不是吗？快点！不过我这样子也上不去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这边应该搬空水。好，可以。我太空，你把那个水弄掉吧。这个水要弄掉。弄掉啊！我要怎么弄？拿一个空水桶，等一下我弄掉好了。好，然后把它铺起来。啊，有没有跟观众说平台为什么要铺成这样子？因为水倒下去，它刚刚好会流满满。你倒去给大家看啊。好，我倒，会咻，哦，我要滑下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多铺了一个，霸气。然后在这一格的地方呢？放侦测器对着上面，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
我怎么摆不上去？惨了，怎么了？我放不上去那个侦测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太高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去旁边，你要架去一个放会比较好放。要求我，这样怎么放啦？哦，先倒水，先倒水，然后再放侦测器，超瞎，超瞎。味道好，你到底可不可以？我有点心累累，然后水桶先把水捞出来，那个到之后再放啊，要不然你放上去之后马上侦测，还放一个那个红石讯号，它水就跑出来了。水桶要最后放个，不可以就先放哦。好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你把这上面铺起来，我是要怎么上去？我直接任性，我直接在那边睡觉，你在上面睡，嗨，好 ，Hello， 硬要下来。你很怕我吸走你的那个方块哦？我靠，怕个！你不要把它铺起来，这样我要怎么上去啦？放一根红石砖，回回，一定要40个吗？不可以随便我，随便你啊！好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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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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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再放嘿，再放红石，这样子，然后再放那个叫什么？拿一个控制杆，用红石粉打掉就好了。等下水桶放完就放干去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嘿，好，这样可以关啊，这样就关啦。然后我们去放水桶，你放啊，我在上面等你。好啦，那我们的无专生怪塔跟我们的平台都已经做完啦，那我们就来做结尾咯。好咯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点一下喜欢。如果还要持续追踪我们后续的动态的话，请帮我们点一下订阅还有旁边小铃铛。如果想要让更多人看到冬瓜跟河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分享哟。还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下方留言或者直接到粉丝团私讯我们都可以哟。我们一定都会看，我们都会回复哟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。大家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Ha ha ha!